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，请出一位只有2岁的可爱小女生，为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悠悠，是这样是浪子的鸡。妈妈问你，是不是你想上电视？那我也。哎呀，这个小女生真的是太可爱了！别看个子不高，但是气势可不小。